七十二变怎么样的变？记住四个字的口诀，第一个字叫做摸上边，第二个字你看摸得下边，第三个字你看摸它的左边，第四个字摸它右边，摸完它的上边，再摸它的下边，摸完它的左边，再摸右边，两个手一拉，一个往下这么拉，你看左边的变，它叫手工调，然后左边的变，手工调，变着弯的变，芭蕉扇，长的就能变，它叫工具花，它叫摆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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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，它叫前后摇，然后左右再来抖。Thank you.